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对之前写的这个爬虫的程序做一个代码上的优化。打开我们之前写的代码啊，首先第一步我先把上节课遗留的 fail pass 这块的内容以及写文件这块的内容给它优化掉。首先呢，我可以把 fail pass 啊统一写到一个私有的属性里面去。fail pass 等于，然后把下面的这段代码拿下来啊。OK， 那下面呢，我们统一的就不需要这个 fail pass 了，都改成 this 点 fail pass， 再往下这块也是一样的。this 点 fail pass， 然后呢去写文件，当然写文件最好我也把它放在一个函数里，叫做 write fail。 我们可以写一个叫做 content， 类型是 string， 然后接着呢我把这段代码拿上来，但这块啊我们要写 content 就可以了。好，我在这儿呢去调一下 this 点 write fail， 第一个参数我们传一个 string 类型进去，所以我这里直接传这段代码进去就可以了。好，保存。现在呢我就对我的代码做了一个优化，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现在爬虫的流程比较清晰，首先拿对应的内容，然后呢接着去分析我内容的东西，然后拿出课程的信息，最后生成要存储的内容，最后再去存储。好，但是这个爬虫啊，大家看，如果这么去写，实际上还有一点问题，就是说这个爬虫只能去爬我这样一个网页，它定制性太强了，如果我希望它爬其他地方的网页，是不是就爬不了了呀？但是呢，如果仔细的去看我们这段代码，尤其是主逻辑这块的内容，你会发现啊，一个爬虫去读取 HTML 的内容，然后去存文件，这其实是一个爬虫的通用性的步骤。而具体怎么去分析内容，比如说拿课程的信息去生成要存储的内容，这个东西呢，可能不同的爬虫需求，它的逻辑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现在的类啊进行一个拆分。拆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通用的部分，叫做 crawler 这一部分。一个呢就是专门爬我这个网址上对应的这个爬取策略，我把它拆成两个类，一个叫做 crawler， 另外一个呢我叫做，比如说我们现在爬的是 daily.com， 所以呢我可以写一个 dailyanalyzer.ts。 我们写这样的一个分析器。 crawler 呢主要负责去读内容写内容，而具体怎么分析呢，我们放到这个分析器里来做。所以在这里呢我定一个类叫 class dailyanalyzer。 OK， 这里面呢我把它的方法拿过来，这个分析器一个是要拿课程的信息，所以我把 get course info 这块的东西啊整体的迁移过去， get course info 我们整体的剪切粘贴到这里。 OK，接着继续啊，我们说这块它需要去调用 this.get course info 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 get course info 的东西封装成一个私有的方法，然后在下面呢我定一个 private analyze 或者 public analyze 这样的方法啊。在这里面我把分析的过程啊都移到 dailyanalyzer 里面去做，所以 course info 等于 this 点 get course info html。 OK， 这个 html 现在没有传入，所以我可以接收一下，它接收的东西应该是一个 string 类型，对吧？因为外部啊我传给它的，大家看传给它的刚才是一个 html， 所以我接收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东西，所以这块我写了一个 string。好，接着这块代码我就可以干掉了。
那 Fail Content 呢也是属于分析的一部分，它会调用 Generate JSON Content 这块的函数，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函数啊也移走 Generate JSON Content 放到哪里呢，放到这里 Generate JSON Content OK。 然后呢先不用管这些报错，一会儿我们来解啊。同样的，我把这块 Fail Content 的逻辑剪切也粘贴到这里 OK。 所以首先呢我去拿取到 course info， 然后呢我去生成内容，最后呢我去 return 一个东西出去。 return 什么呀？因为外部这块我最终写文件的时候需要你把具体的内容传给我，所以这块我需要你 return 一个 JSON stringify fail content 出去。OK， 这样的话我把整个啊文件的分析的代码都封装到了这个叫做 Dell Analyzer 的类里面去。好，保存。那么实际上这块我要干什么呀？首先我要在这块去创建一个 const 叫做 Analyzer， 上面我引入一下 Dell Analyzer 这个类 import Dell Analyzer from 当前目下的 Dell Analyzer， 然后呢我在这儿创建一个小的 Analyzer， 等于 new 一个 Dell Analyzer， 同时把这个 Analyzer 传给 new crawler。 好，现在它会报错的。那 new crawler 里面实际上我在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大家来看，我可以接受一个 private analyzer， 那它现在呢肯定会报错的，我为了让它不报错，暂时先给它一个 any， 当然这块我写错了 private OK。 如果你不写 any， 它是会有异常的，说你现在 analyzer 的没有指定类型，现在 analyzer 的类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迁移的时候我先给它一个 any。 好，那在这儿 init spider process 的时候，其实我要拿这个 fail content 该怎么去拿呀？const fail content 等于 this 点 analyzer 点，我们说刚才我把分析的东西都扔到了 analyze 这个方法里来做，它最终会返回你要的内容，所以这块我填这个 analyze 方法就可以了。当然你要把 HTML 传递进去保存。好，现在我们着重的去解决一些这块相应的问题。首先引入Dell Analyzer 的时候提示它不是一个可用的类，这是因为我这里没有把它 export default 出去，保存。然后继续往下我们一点点找错误啊，这块好像就没有错误了对吧。那我们来找 Dell Analyzer 这块的问题，首先它要使用 course 这样的一个 interface， 那么我其实啊就把 crawler 里面的 course 拿过来，因为我的这个 crawler 里面现在和你的课程分析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这里其实理应不应该有这种 course 对应的 interface 接口的声明，所以我应该把它拿到 Dell Analyzer 里面去。好，保存。那么我在这儿保存的时候它就会报错了，说 course result 里要用这个 course。 好，我们看一下啊，其实 course result和我们的 crawler 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的 crawler 现在定义的职责只是读 HTML， 只是存这个 JSON， 而中间你用到的这种 course 的分析是你 Dell Analyzer 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 interface 我们也可以移到 Dell Analyzer 里面去保存。同样的 content 的类型，我们说你到底是和 course 什么有关系也是一样的，因为最终我并不关注你 content 里存的是什么，我只要求你最后返回一个这种，大家来看啊，只要你返回一个字符串就可以了。所以这块其实我要把 JSON stringify 也去掉，我直接写这个字符串就行了。而字符串存的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和 course 有关，其实我现在这个 crawler 也不关注了，所以这个 interface 我们也去剪切粘贴到 Dell Analyzer 里面去。保存一下，回到 crawler 里面我们也再保存一下 OK。 crawler 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发现 chair.io 这块用不到了，我把它剪切也是粘贴到 d
调 Analyzer 里面去。保存。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它报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啊。他说我 fs 要用 list.pass， 这两块呢我现在有问题，所以我先把 fs 这个模块引入进来。好，上面这个注释啊我先干掉，我复制 fs， 然后也粘贴到这里来，没问题了。我们再来看啊，他说 this.failpass 得不到，这是因为啊我现在 failpass 确实没有传给 dell analyzer。那我就希望去 new dell analyzer 的时候我能把 this.pass 给他，或者说呢调用 analyze 的方法的时候我能把这个 pass 传递过来，那也可以啊，所以我选用后者。我这块啊去调用 analyze 的时候，大家来看，我把 HTML 传递进去了之后，我还要再传递一个叫做 this.failpass 这样的一个参数进去。好， analyze 里面就要接收一个 failpass， 它的类型是一个 string。 那谁要用这个 failpass 呢？是 generate JSON content 要用，所以在这儿我可以把 failpass 传过去，那这块呢也就应该能收到一个 failpass， 叫做一个 string 类型。有了它之后，这块我就不用写这个 this 了。 OK， 那改完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看现在好像整个程序都不报错了。那我们呢再去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在控制台里面我们运行 npm run dev 回车。好，之前我们有三条，现在看一下格式化一下代码，我们翻到最左侧，你发现多了一条，有四条了。如果大家不确定的话，我可以再加一条啊。现在看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我再运行一次。稍等，在这儿。然后格式化我的 JSON， 它会变成五条，一二三四五，代码呢没有任何的问题。OK， 那现在我就把一个类抽象成了两个类。Crawler 呢，它单独的负责爬取内容。我爬完了之后怎么去分析，交给 analyzer 这个类去做。那我只要把 analyzer 这个类传给 crawler， crawler 里面就可以用它。继续啊，我们这块再改一改。我们说你这个 crawler 具体爬取哪一个页面，其实这里我是写死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爬取的策略都给它抽离出来了之后，未来我们肯定可以让它去爬取不同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写死就不合适了，所以我可以把 crawler 对应的这个链接啊放在外部 const secret 等于 secret， 然后把 url 也拿出来 const url 等于后面加上 secret 就可以了。上面这两个东西啊我就没用了，把它干掉。 failpass 呢放在里面现在还可以。 get raw html 这块呢，你会发现它用 this.url 就用不了了，所以我需要把这个 url 传递给 crawler， 所以 crawler 接收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url， 第二个参数是 analyzer， 所以这块我再写一个 private url 冒号 string， 这个 url 的类型我现在是确定了，保存一下。 URL 呢有了，我这块再调 URL 就 OK 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analyzer， 你现在它的类型不知道，所以写了一个 any， 如果这么去写，哎，它就不是 TypeScript 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 TypeScript 里面很多代码里面充斥了很多 any， 所以业界里也把 TypeScript 叫做 AnyScript， 但是你之所以写 any 是因为你写的有问题啊。那怎么去改这块呢？我们去想想，我们传递的这个 analyzer 实际上是 dell analyzer 这样的一个类对应的实例。那这个类对应的实例一定要具备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看，它一定得具备一个 analyze 这样的方法，然后你要往这里面去传 HTML 和 failpass 的。所以这块我们就知道 analyzer 它是一个实例，里面必须得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还必须得有 HTML 和 Fail Pass， 那么它的类型我就可以自己定一个 interface 来定义啊。interface 叫做 analyzer， 也就是如果啊你要给我提供一个 analyzer 让我的 crawler 去使用的话，我这块抽象出 analyzer 里面必须得有一个 analyze 方法，它呢得接受一个 HTML 的参数，是一个 string 类型，还得接受一个 fail pass， 也得是一个 string 类型，而且它的返回值 analyze， 你拿了我的 HTML， 拿了我的 fail pass 之后，你最终要给我返回一个 string 的 content 回来。好，当我写完这个 analyzer 之后，我这里呢它的类型就不要用 any 了，直接写成 analyzer 就可以。那 crawler OK， 这块我可以不写 const crawler， 直接 new 一下 crawler 就行了，保存一下。那现在我们的代码改的就差不多，你可以看到啊 crawler 里面我只关注于我数据到底存在哪，我只关注于我去取哪里的数据，只关注于数据怎么写，然后呢具体你的分析流程其实我并不关注，我得到了 HTML 之后我交给你传入的 analyzer 去帮我去做处理，而最终处理的结果我存就行了。好，这么去写代码的好处是什么？假设未来啊，我想爬取另外一个页面，那我怎么做就可以了？我只需要再去写和 Dell Analyzer 类似的一个文件就可以了。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块我写的还不够完整。 Dell Analyzer 里面大家可以看啊，这块我定义了一个 Analyzer， 它必须得有一个 Analyze 方法。那么其实 Dell Analyzer 也就是这个 Dell Analyzer 的类也需要遵守你这个 Analyzer 的约束，所以在这块呢我要去引入这个 Interface， 所以我在 Crawler 里面把这个 Interface 导出一下， Export Interface Analyzer， 在 Dell Analyzer 里面我 Import 叫 Analyzer from当前目下的 crawler， OK， 我呢其实应该在这儿让这个 class Dell Analyzer implements analyzer， 其实它现在加上也不会报错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任何的一个分析器，其实我要求它必须得有个 analyze 方法。那 Dell Analyzer 里面继承了这个分析器之后， Dell Analyzer 里面有没有这个analyze 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是有的，对不对？ OK， 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假设啊，我现在不想去爬取我的这个网页，或者说呢我想去换一个存储的方式，那我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像之前必须得把 crawler 整体改一遍了，而是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夹下再建一个，比如说 leanalyzer.ts。 好，然后呢你把 Dell Analyzer 这一套复制粘贴过来一份。这里面啊我们不用写这么麻烦，我们说我们会接收到 HTML， 会接收到 Fail Pass， OK， 我们只要有这个 Analyze 方法就行了，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没有。这块呢我们取名叫做 Lee Analyzer， 然后呢 Content Course 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必要去用了，上面的东西我们也去掉，我们写了一个新的 analyzer 的一个东西。那么它现在报错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它告诉你你现在返回的是一个 void， 但是一个 analyzer 要求里面 analyze 这个方法呀必须得返回一个字符串，比如说我 return 一个就 return html 就行了。好，保存一下。然后呢 crawler 现在我爬虫啊，我不希望像之前那样的爬取课程的内容了，而是希望我把整个网页的 HTML 爬取存储到 course.json 里面去。那你怎么改就行了呢？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把 course.json 先删除掉啊，然后你把 Dell Analyzer 换成 Lee Analyzer， 其他什么也不用改。然后下面呢你 new analyzer 的时候你有一个 lee analyzer 出来传给 crawler，
也就是告诉 crawler 现在你去读内容之后具体怎么去分析内容由 lead analyzer 来接管。 lead analyzer 干什么呢？他拿到内容他什么也不做，就把内容原封不动的返回回来。所以我 crawler 拿到你原封不动的内容，大家看啊，我就会把内容再存到我的这个 fail pass 也就是 course.json 里面。我们来运行一下，试一下啊，我们运行 npm run dev。 好，打开 course.json， 诶，是不是整个 HTML 的东西都帮我们放到了 course.json 里面去啊？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模式，我们的 crawler 未来是不需要修改的，而你想对这个不同的 URL 或者说同一个 URL 进行不同的爬取，你只需要建不同的分析类，然后呢让 crawler 组合着去使用就行了。其实这是在设计模式里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组合的设计模式。这块呢会比较绕，也有一些难度，我建议大家呢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课程。如果这块的内容搞清楚，大家呢其实就在 TypeScript 的基础上理解了设计模式里面组合模式到底是什么，当然你的技术就会精进很多。好，这节课我们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的内容，大家加油。